運動員介紹第一位到陳文樂同年，第二位到鄧一浩重生，第三位到楊志奇重生，第四位到王浩林重生，第五位到陳浩華同年，第六位到黃浩學科，第七位到蘇子軒同年。現在金髮男子十八至二十四歲做一百米自由泳嘅獎項，有請獲獎嘅運動員進群。有獎品邀請到榮總理事李華漢先生為我哋頒發。做咗第三名嘅特奧力量嘅蘇子毅。獲得第二名嘅白浪隊嘅蔡浩輝。